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要跟大家展示的是一套 GK 制服。那这一套 GK 制服呢，是一套很温柔的 GK 服，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院风的。那这一套 GK 服呢，它是以灰色跟蓝色调为主的，领口呢配了一个蝴蝶结。下面呢也是配了一个一样颜色的百褶小裙，那我自己呢也非常的喜欢。那现在呢快中秋节到了，我想给一直以来支持我、喜欢我、关注我的宝宝们抽一波奖。那我会在一键三连之后，在弹幕中抽取三个宝宝送我精心准备的这个小礼盒。那这个小礼盒里面呢放了三种不同口味的月饼，大家记得一定要来一键三连和发弹幕哦。那下面就来先看一下我这一套 GK 服的展示吧。君と夏の終わり、将来の夢、大きな希望を忘れない、10年後の8月まで瞬間、帰り道の交差点で声をかけてくれた。今天的展示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看完记得一定要三连，我会在弹幕中抽取三个宝宝送我的月饼哦。那下期再见，拜拜。